法师、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啊！请大家跟我皈依三宝啊！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众尊，皈依大摩、利欲众尊。皈依僧伽诸众众尊，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众尊，皈依大摩、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众尊，二舍离存念。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众尊，皈依大摩、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众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970页，970页。倒数第四行啊，科判鬼二名二报是臣，二报这就分成两小段，前面一段显示华报啊，那第二段呢，当然就是后世果报，两种报应都非常可怕，不能不知道。请看经文，或其今世先披病殃，死生不得，世中见之。念老爹注解：或其今世到世中见之，这四句名无痛也，痛苦啊，我们一般人讲病痛，啊，乃现世之花报，现在世的花报，像植物先开花后结果，花报可怕，果报就更可怕。那花报在哪里？在这一世间，我们寿命还在啊，你这一生所受的苦啊，特别是病苦，现在这个社会，儿童有儿童的病痛，青少年有青少年的病痛，壮年有壮年的病痛，老年有老年人的病痛，真的是苦不堪言。
这病痛从哪里来的？我们要相信佛的话，佛在这一大的口为我们所说的，就是讲这个事实真相，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念老的注解说：“辟者受也。”现在所受的病是疾病，诸业病也。这一句话重要啊，用的字用的好啊，业病业不止一种，太多种了。在现前的社会，你所看到的、听到的，太多太多了。啊，殃灾殃灾祸，像水灾，我们住在海边上，最可怕的就是海啸，我们很幸运没有遇到过，可是我们看到日本311的电视画面，这个海啸高度才10米，日本遭的大灾难，灾难呢？那科学家告诉我们，他们说话是有依据的，不是随便说的。美国的黄石公园，著名的观光胜地。那是个什么样的状况呢？说活火山，而且是个超级的活火山，不能爆炸。如果一爆发，科学家告诉我们，美国大陆中西部一半的土地都会被这个火山灰染污了。啊，也就是说，美国有一半的土面积不适合人类居住。这不是小事。有没有办法叫这些灾祸化解呢？有，佛有，科学家也有，量子力学家，而且说的跟佛经上讲的相同啊，只有他们知道宇宙之间所有物质现象从哪来的，找根呢、啊？
啊，最贴身的是我们身体，身体是物质现象，然后就是我们居住的环境，环境也是物质现象。物质现象是怎么回事情？物质现象千变万化，从来就没听过，秒秒钟都在变。秒太长了，佛经上告诉我们，一弹指啊，这一弹指的时间很短，一弹指有32亿8000年。念是什么？大乘教里面讲的意识，八识，第六意识，第六意识的密度是一弹指32亿。啊，经上告诉我们了，一弹指32亿8000年的，啊，不是32亿就完了。32亿后头还有个单位，单位是百千，百千是多少？10万，100个千吧，10万。32亿8000年，太快了，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感觉到啊。它是事实真相，这个事实真相被近代的量学家、量子学家发现了，证明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那佛告诉我们呢，要改变物质现象，就是你改变念头。果然我们都相信，都认真的改念头啊，改什么念头呢？把贪嗔痴慢疑改掉。我们对事出世间一切法不贪不嗔不痴，没有傲慢，没有怀疑，这个世界上灾难就没有了。为什么？贪嗔痴是业病，贪嗔痴是造业。你里头有贪嗔痴，外面就会现灾难了，嗔火灾，贪水灾，愚痴风灾。这就是佛在这个地方教给我们的业病。你不造业，这个现象就没有了。你造这个现象，这个业病就会现起，很可怕。花豹我们看到了，水火之灾，刑罚之后，刑罚是受过的人犯罪了，触犯法律了，要受刑罚的制裁。这人祸、
水火是天灾，天灾人祸一起来，那么作恶之人他怎么样呢？于现在是或生重病，或招灾祸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得。我们见过，见的是哪些人？佛友，我们学佛的同参道友，得的这些重病。那我们到医院去看看他，确实他苦，真的是经上所说的求生不得，也求死不得，想不想往生？想。往生的条件不去除，去不了啊。为什么去不了？还是业病牵连，人生的可贵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可贵在哪里？可贵在得人生就有解脱的机会，别的道里头没有啊，偶尔有啊，太难得了，人道容易啊。啊，佛法84000法门，从理上讲，门门都可以了生死出三界，从理上讲，从事上讲，大大的不相同。理上真能搞清楚搞明白就很不容易了，搞清楚了怎么办？修行啊。修行什么意思？修正错误的行为，行是行为，起心动念是思想的行为，那是根。言语口的行为，身体的造作是身的行为，行为再多不出这三大类，心口身体，这叫三业，三大类的业。我们三大类的业都不善，心迷而不觉啊，怎么办呢？迷惑颠倒。什么是圣人？什么是佛菩萨？觉而不迷，就是我们凡夫呢，迷而不觉，迷而不觉，够得受的，有的受的，受不完，求生
不得。求死，死了之后的三途更苦，比生还要苦。不要以为死了就死了了，我年轻的时候学佛，我就了解，常常告诉大家了，死了就不得了啊！活着得想办法了。我是到85岁才真正觉悟。难呐！大乘佛法经论微妙啊，也很能诱惑人呐。走进去之后就不想走出来啊。但是能不能了生死不能，那是道理懂了，功夫不够啊。功夫是什么？放下，他放不下了。事法能迷人，佛法也能迷人。被佛法迷了，冤枉啊！佛没有迷你，是你自己迷了，自己着迷。不能怪佛菩萨啊！我怎么回头的？缘促成啊，在新加坡不能在场，在那边常住了啊。也很难得，澳洲的缘成熟了啊，那边的人欢迎我去，我也很想去啊。那一年是我75岁。85岁在香港，回到香港来，在香港定居了拿到永久居留，所以定居了。想到年岁渐渐大了，往生没把握，84000法门我知道门门，我的条件都不去除，最后只有一条路可以走，放下万缘。这个万缘是佛的缘，不是普通的缘，也就是84000法门放下，专修净土。专讲无量寿经一切经论统统放下，不再讲了。华严还没讲完，我不想接着讲。诸位要看清楚，要看明白。我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呢，选择无量寿经，念佛法门。我想想，只有这条路我能走，一心专求往生净土，
事出世间法统统不想了，只想这样，天天念往生。为什么？这个我能做到。往生净土只要具备三个条件：第一个，相信真有极乐世界，真有阿弥陀佛，绝对不是骗人，我相信，信具足了。第二个是愿，我真想去，天堂再好，二十八层天再殊胜，我没有兴趣。我要求脱离六道轮回。脱离的方法只有依靠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。所以我才皈依了，不再浪费时间了，一心一意老实念佛。那么这些年来，这一部大经科注，我们从头到尾，这是第四遍。在这个早年，无量寿经，我没有跟黄念老见面之前，我用的是这个本子，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，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把这个经本交给我，上面有他的眉注，我看了非常欢喜。他的眉注我能看得懂，我就依他的眉注先后讲过十遍，在美国讲过，在加拿大讲过，东南亚这边一带讲过十遍。这是我求生净土的资料。我终于选择了这个本子。跟诸位在一起学习，遍遍不一样啊！这是细说扩注，这一次是第四次，时间很长，好像已经讲了三年了。过去都是一年讲完，一千两百个小时，一天讲四个小时，一年讲一部圆满。我也常常劝导同学，一定要觉悟，要觉悟的快，迟了来不及了，灾祸临头了，你的心乱了，这最可怕的时候。灾祸临头，没有畏惧心，正好到极乐世界。这个时候，一句佛号，
请阿弥陀佛来接引，我们的缘成熟了，往生到极乐世界才真的叫一了百了，我们修行功德真正圆满了。在哪里圆满？在极乐世界圆满。好啊，常常念到极乐世界这个老家啊，这个世界无论是什么酸甜苦辣都别放在心上，没事，我只有一个目标，处理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。到极乐世界，无论修学哪个法门都行。为什么？寿命长啊！我们在这样寿命超过100岁不容易啊，很少啊。到极乐世界，个个都是无量寿啊。寿命无量啊，无量法门，无量寿命。所以，只要你想学，佛没有不教的道理，佛都跟你讲。何况，一门通的，门门都通。怕的就是一门不通。那到极乐世界，一切通达明了。这一部经，释迦牟尼佛专门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，传到中国来。在中国先后翻译12次啊，非常可惜，这12个版本有7个失传了，现在传世的只有5个本子。啊，加上这个汇集本，遇到不容易啊，遇到要珍惜，你就决定的生净土。啊，现在世间种种忧苦万端不能处理，这叫死生不得。下面有一句话是世中见之，这一句话好啊，贤慈卧苦，普令大众皆得见之，令之因果不虚，让你产生结局。你看到了害怕了，害怕不能解决问题，赶快回头，这一害怕就回头了。依教奉行，信愿持名，求生净土，没有一个不往生的。啊，造成的罪业不怕，罪业只要真正忏悔，真正忏悔主要是后不再造，
我过去造作罪业，无知，现在明白了，决定不造，就解脱了，就又不好了。啊，这一门叫二力法门，自己愿意去，这是自己的力量，另外是阿弥陀佛的加持，佛来接引呢。世中见之者，这一句话说的好，让大家什么？就看在眼前，因缘果报。这一句，我们可以说，时时看到，处处都看到。但是起的作用不大，什么原因？我们迷惑了，我们看见了，看见有没有警觉性？没有警觉性，看了就把它忘掉了，没把它当作一回事，所以你的警觉性提不起来，你的业消不了，你还是没把握去啊，没有把握就怀疑，怀疑就决定你不能去，怎么办？疑没有断，读经，用古人的方法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啊，我就会劝你，你每一天把这个经念十遍，那第一年比较困难，不熟嘛，念了一年半载之后，经念熟了，能背诵了，而且背的一字不错，大概念一遍只需要半个小时，这就好办了，一天念十遍，五六个小时就解决了，帮助你坚定信心，帮助你坚定愿心，有信有愿，临命终时这一句佛号就能感动阿弥陀佛来接引你，重要啊，比什么都重要。大经大论好，几个人能得利？净土三经一论，它的好处，人人能得圆满的利益。这是我们有幸啊，遇到了。我们再看后面这一课，后世果报，或于受众。入三恶道，愁痛苦毒啊，自相搅然。这就非常可怜了。啊，我们看念老的注解。
接着说：“何于受宗入三恶道，乃后世之果报，名无少也。”啊，少是什么意思？少是地狱，地狱多，种类多，但是它有共同的现象，就是一片火光，即称为少。啊，纵然是寒冰地狱，感受业报的人，他还是感觉到四面都是大火。头痛、忧悲、苦痛也，苦毒、极惨之苦痛也。这种苦痛，真的，我们无法想象，只有经历过来的人他才知道。经历过来的人表演给我们看，我在十几年前那个时候，老朋友很多，每年我回国去一次，有的时候两次，住个十天半个月，看看老朋友。啊，那一段时间里面，我也遇到不少附体，找我超度的也不少。我对这桩事情总还是有怀疑，他堕地狱了，怎么会跑出来？啊，附在人身上，把地狱受苦那个状况做出来给我们看，表演给我们看。啊，最明显的是唐太宗。啊，以后我对这桩事情终于搞清楚了，让我亲自看到。啊，就是我们印群书之要，得到这部书之后，就我就发心印了一万套跟大家结缘。这一万套多半是送学校图书馆、国家图书馆去收藏，目的是希望这个书永远传下去，不至于消失。啊，这是一桩好事。编辑这部书是唐太宗，这个书印好了，书店把样本寄给我看，那是我在澳洲，我们有七八个人啊，在欣赏这部新书。同修当中突然有一个被唐太宗附体，
啊，突然跪在我们面前，自称我是李世民。哎呦，我一听李世民来了，我就请他坐，他不敢坐，一直跪在地下。好在时间不长，不超过十分钟。我问他来干什么，感恩。我说我们没对你没有做功德，这么多年来我们道场没有跟唐太宗这个牌位，也没人能想起他来啊。我说我没有恩德了，他就说群书之要，我就想起了群书之要是他下令编辑的，在中国失传了，现在又出现了，而且我们把它翻印印1万1万套流通，这个功德他得受用，地藏王菩萨带他脱离地狱。这表演不出来的，我们这几个同修当中他没有办法表演，也没办法表演这么逼真，所以我对于唐太宗附体就相信了，一个相信其他附体我也能接受也能相信啊。鬼神幽冥界啊，我再把他的这个碟片，唐太宗这个碟片多看几遍，里面透露的信息，无间地狱苦不堪言。别人问他无间地狱怎么样，你别问了，太苦太苦了。啊，真经本上形容的是极惨之苦痛。我们从这层把它串联起来看，神学界所说的附体所说的，科学所说的，量子所说的，把它总的贯穿起来看，得到一个结论。这个结论是什么呢？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这句话佛在经上说的，大乘教里面讲的很多，佛常常讲。六祖慧能大师，咱们中国人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啊，他告诉我们，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。何其自信，本不生灭啊，不生不灭的自信就是我们的真心，是我们的本性啊。说本性说真心是一个意思啊，本自具足。为什么本自具足？因为他最后一句话说的是能生万法，万法就整个宇宙，整个宇宙是自性变现出来的，自性对于整个宇宙当然明了，一点都不模糊，所以他具足啊，具足无量智慧，具足无量德能啊，他能知遍法界虚空界万事万法，
不是外面学来的，只要见性都知道了。这就是本自具足的意思，讲得清楚，讲得明白了。能生万法，那我们就明白了，万法是自性所生，我们是自性迷失了，所以对万法的真相一无所知，都把它当真。如果明心见性了，自性所生的万法真相你完全明白了，真相是什么？空无所有，画面一面一面过去，过去再不能回头了，再找不到了。啊！而且一切万法自性所生的，它的寿命多长？那就是大乘经上所说的32亿8000年一弹指，它的速度这么快，那一秒钟能弹几次？有人告诉我可以弹7次，我相信佛经上常常用7，那就再乘7啊，32亿8000年乘7，一秒钟7次等于2240兆次，一秒钟啊，一秒钟里头有2240兆次的生命，这么快的速度啊，我们清楚了啊。这是跟今天量子力学家核对，他告诉我们的，在这样高速度的频率波动之下，你怎么能发现它的真相？啊，根本就不能发现了。速度太快了。苦毒极惨之痛苦，形容地狱燃是燃烧啊，焦燃，欲火俱冒，自者自业所感，故云自相皎然，自相。我们要知道，这把真相说出来了。那我们如果翻过来，我的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都是善的，不是恶的。这就转地狱为天堂，我们应当要做，心里头没有恶念，怎么样才能做到？要从根本上转，根本上转就是慧能幕后这一句所说的何其自性能生万法，整个宇宙哪里来的？是我心里头变现的，我的念头变现的，我的念头全善，宇宙全善；我的念头不善，宇宙就不善，就这么个道理啊。所以我们的前途，我们的命运，其实
掌握在自己的手上，不是掌握在别人。啊，要掌握在佛那里，佛就不必像这么麻烦了，他就替我们转了，他转不了，是我们自作自受啊，必须是你自己转就对了，自己一转就转过来了。那我今天把这个娑婆世界一转就转成极乐世界，对了，这桩事情要紧啊，我们有两理论的依据，有良好的方法，佛之后教给我们转过来就对了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地，谢谢大家。